不要怕变狼，不要怕变狼，我感觉他屁股热热嘞。 我来了，干什么来了？干什么来了？哇哦哦！不敢养猫，还要吃人家的草，没有职业道德。小智，你可以过来吗？<笑> 快点！好了，对吧？先笑一下。 一、二、三。好帅！
有点乌云天。我们来了，咦，豆蔻园，豆蔻园，然后豆蔻树在这里。鸡蛋爆发了。拍照。OK， 一、二、三。跳。
也想说非常可以。对的。啊